开始录啊，说一下怎么样的话加入到百度的这个文心一言。我们现在这里搜索一下，你看它首页这里就有，点这里文心一言官网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有一个加入到体验的这个地方，我刚才已经点了。如果是个人的话，要先申请那个体验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它就会短信通知你。它这上面有这些说明啊，大意的话就是跟那个GPT 差不了多少，还是要使用对比一下才知道它那个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如果你是开发者的话，如果是想调用这个文心一言的 API 的话，可以在百度这里搜索百度云服务，然后这里的话就会出现那个文心一言这个邀请。但是它这里的话是，不针对个人的啊，只是说面向企业。如果你是企业的话，就可以在这里提交一下，到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用。调用 API 的话，就可以开发那些其他的那些软件。好了，先这样。文心一言英文名 ，ERNIE Bot 是百度全新一代知识增强大语言模型，文心大模型家族的新成员。能够与人对话互动，回答问题，协助创作，高效便捷地帮助人们获取信息、知识和灵感。文心一言是知识增强的大语言模型，基于飞桨深度学习平台和文心知识增强大模型，持续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知识中融合学习具备知识增强、检索增强和对话增强的技术特色。